张柏芝的故事，深爱谢霆，风却作风豪，放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幸福。80年5月24日，张柏芝出生于中国香港。他是出生在香港油麻地和佐敦之间的八文楼。同样在1980年出生的还有谢霆锋和陈冠希。过这个时候，大家很难把他们三人联系在一起。柏芝的父亲名叫张仁勇，是油麻的附近有点名气的小混混，平时喜欢混迹在赌坊，不过总是十赌九输。以张仁勇经常回到家就和妻子吵架，所以张柏芝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只不过张柏芝的父亲和母亲白天吵架摔东西，晚上又在床上吵架，并且母亲还经常会发出一些有点痛苦的叫声。年幼的张柏芝就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经常欺负母亲，这样的生活直到1989年，张柏芝9岁的时候，的父亲和母亲终于是结束了这种痛并快乐的生活，选择了离婚。父母离异之后，张柏芝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按理说父母离异，张柏芝应该伤心才对，是从小就生活在父母亲常打架的环境中的张柏芝，此时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起张柏芝小时候悲惨的生活，谢霆锋和陈冠希小时候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幸福。谢霆锋的父亲谢贤和母亲迪波拉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明星，因此他从小就生活在聚光灯下。关西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但父母也在他9岁的时候选择了离婚。只不过他们怕伤害年幼的陈冠希，所以并没有告诉他。比起这两位，张柏芝小时候的生活确实很差，父母离异之后他跟着母亲生活，条件也是一直没能得到改善。于是在1993年张柏芝13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带着他一起移居澳洲。在和母亲来到澳洲生活之后，张柏芝也是慢慢的懂事了不少。他经常会背着母亲到外面去做兼职，赚的钱虽然不多，张柏芝却因为自己可以赚钱了而非常的高兴。这一年的谢霆锋因为进入了青春期，也开始变得有些叛逆。面对父母的一些要求，也是首次提出了不同意见。谢贤夫妇在考虑媒体对谢霆锋的过分报道之后，便决定把谢霆锋和他妹妹谢婷婷一起送到加拿大留学。
二，人关系从小一直就在加拿大长大，所以谢霆锋在来到加拿大一年左右之后就转学，进入到了陈关系所在的学校。陈关系的父亲陈泽明还专门告诉儿子要离谢霆锋远一点，原因就是谢霆锋是谢贤的儿子，而谢贤一直以来都非常的风流，他怕儿子跟谢霆锋在一起之后学坏，但实际上他的儿子这个时后正处在叛逆期，父亲越不让他干的事情他越是要干，形成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陈冠希14岁的时候他终于知道了父母离婚的事情，让陈冠希一时之间有些接受不了，他开始变得非常的叛逆，不仅每天晚上不回家，还不理睬父母，每天必须要花100美金的零花钱之外，他还与一个黑人学姐一起出场进过，当然陈冠希也没有听父亲的话，反而是和谢霆锋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只不过这时后的谢霆锋心思都在音乐上，在父母的帮助下15岁的谢霆锋成为了香港音乐教父戴思聪的徒弟，此时戴思聪还有一个大谢霆锋11岁的女弟子，那就是今后的乐坛天后王菲。谢霆锋在第一次看到王菲之后就记住她的容颜，而这个时候的张柏芝还在澳大利亚上学和打工，因为早早的就步入了社会，所以张柏芝结识了很多不三不四的朋友，他还因此学会了抽烟和喝酒，经常会与朋友一起去夜店玩。这个时候陈冠希与黑人学姐整天你侬我侬的黏在一起，是有一天黑人学姐去和另一个男生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这一下子就改变了陈冠希的情爱观，他不再迷恋黑人学姐，而是经常混迹在夜店，踏出了他集邮的第一步。谢霆锋的父亲谢贤也在这个时候和老婆迪波拉离婚了，谢霆锋因为此事变得更加的叛逆，在学校里不好好学习，还与老师戴思聪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不过随后他就再次被父母送到国外留学。三，大概15、6岁的年纪，情窦初开的张柏芝在澳大利亚也是有了自己的初恋，但是因为两人之间语言不通，加上男友出国留学，所以两人的恋爱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16岁的谢霆锋已经签约英皇集团正式出道，同时王菲也因为怀孕和窦唯奉子成婚，陈冠希则还在加拿大上学。
1998年，张柏芝中学毕业，他这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想要成为一名护士，所以他怀揣着这个梦想回到了香港。也是在这一年，王菲和那英在央视春晚上合唱响约1998，此开启了两个天后的友谊，也让这两人逐渐被大众所熟悉。张柏芝虽然梦想着成为一个护士，但这个时候的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是在香港街头逛街的她被星探发现之后，拍摄了一条柠檬茶的广告就意外的火了。了之后的她被在电影《古惑仔》中饰演胶皮的朱永棠看上，于是两人开始谈起了恋爱。经常会做一些男女朋友之间不可描述的事情。永棠的哥哥朱永龙被称为是香港金牌经纪人。在看到弟弟的女朋友这么漂亮之后，就把张柏芝签到了他的麾下。恰巧这个时候，周星驰正在为新片戏剧之王选演员，于是朱永龙便把张柏芝推荐了过去。周星驰一看到青春靓丽的张柏芝，就认定了她是柳飘飘。那个时候的张柏芝还是非常新的新人，但是在周星驰的调教下，柏芝的表现堪称完美，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当年香港的票房冠军。同时张柏芝还因此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一炮而红的张柏芝和周星驰的关系引起了外界的诸多猜疑。毕竟之前的几任星女郎都和周星驰有着不一般的关系。1999年，不仅张柏芝名气大增，谢霆锋也凭借着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火遍了两岸三地。同时王菲也在这一年结束了和窦唯的婚姻。陈冠希则是在这一年暑假期间回到香港探亲，在父亲好朋友黎明的邀请之下，和张柏芝一起拍摄了一组广告。在这个广告里面，陈冠希和张柏芝有着很亲密的戏份，两人耳鬓厮磨，还有吻戏。在拍摄广告之外，两人是否有了超越友谊的关系，这可能只有当事人才清楚。两人除了同事关系之外，还逐渐地发展出了奇葩的感情。说张柏芝还曾经女扮男装钻进了陈晓东的车子后备箱约会。也许在这个地放两人还发生过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陈晓东在当时的香港乐坛也是炙手可热的新人歌手之一，也曾经是戴思聪的弟子，但在有了名气之后，他花费700
万港币的句，俄为约费语，老师戴思聪解约。这个时候的张，百之要置业，有置业，要爱情有爱情。图一片坦途，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麻烦找到了张柏芝。传闻说，张柏芝的父亲张仁勇因为替人做保，欠下了巨额赌债，被还不起，而被对方下了江湖追令，连带着他的女儿张柏芝也是被下了江湖监令。这一路使得张柏芝的事业停滞不前，就在此时向华强的中国新公司出面签下了张柏芝，于是这件事就被化解掉了。在多年之后，向华强的老婆向太多次提起当年发生的事情，表示正是因为他的出面才化解了这场风波。同时向太海报料说，那个时候张柏芝的经纪人朱永龙还曾迫使张柏芝陪圈内大佬周星驰，甚至想让张柏芝在少林足球中剃光头，毁掉他的玉女形象等等。这些事情都被向太化解掉了。至于真正的内幕究竟怎样，可能也只有当事人才清楚了。五，这些事情的发生，张柏芝和朱永棠的感情自然早就走到了末路。如果在多年之后，朱永棠总是向别人炫耀自己是张柏芝的第一个男人。不过这些对于张柏芝来说都不重要，这个时候他正和陈晓东打得火热，在2000年两人在餐厅一起吃饭。并十指紧扣的照片被爆出来，两人的关系正式浮出了水面。是在这一年，20岁的谢霆锋与31岁的王菲在酒吧公然接吻也被爆出来，当时的两人都拥有着超高的热度，且两人之间的年龄又相差有点大，所以那个时候两人的恋情经常会登上头条。年之后，张柏芝在和天王黎明拍摄电影《情迷大话王》时被传出绯闻，据说两人经常深夜一起出去切磋台球。黎明对于张柏芝还非常的照顾，但两人究竟到怎样的程度外人不得而知。这个绯闻让张柏芝和陈晓东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是两人在发生了强烈的争吵之后，恋情以分手告终。分手之后，陈晓东爆料张柏芝同时拥有好几个男友。这个事件也让张柏芝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毕竟当时的他人设一直都是玉女，这时也是香太站了出来。他召集了很多的艺人站队张柏芝，还力诉了陈晓东及宗罪。经历这件事之后，陈晓东的事业也是一落千丈，
没几年就泯灭，众人支持张柏芝的艺人中就有谢霆锋，而且谢霆锋还亲自为张柏芝制作了新的专辑《吻着道歉》。因为这个机会，张柏芝和谢霆锋有了联系，而且慢慢的发展到有了超越友谊的感情。但是谢霆锋那边还有王菲放不下，可能也是娱乐圈著名的一个三角恋了吧。六，张柏芝、谢霆锋、王菲三人的关系就是张柏芝深爱谢霆锋，而谢霆锋也深爱着王菲。所以这一段时间里，谢霆锋在张柏芝和王菲之间左右逢源，是和王菲闹矛盾，谢霆锋就找张柏芝和王菲好的时候，谢霆锋就抛弃张柏芝，张柏芝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谢霆锋和王菲在一起的时候，他和陈冠希、陈小春、郑中基等等男星，甚至还有外国人 JRN 都有过绯闻，并且还与其中的几人有过不可描述的关系。直到2006年王菲在与李亚鹏结婚一年多之后生下了女儿李嫣，这个事件彻底打消了谢霆锋所有的幻想。于是在这一年八月份，他转身就娶了张柏芝，和张柏芝结婚一年之后，两人的孩子也出生了。正当吃瓜群众以为这段三角恋终于落下帷幕的时候，2008年陈冠希集邮事件爆发。这件事堪称是中国娱乐圈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女星不雅照泄露事件。张柏芝、阿娇、文媛等等几位从一线到十八线的女星都因为这件事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8年的小天王陈冠希也因为这件事退出了娱乐圈。在这件事之后，谢霆锋刚开始是力挺张柏芝的，也为了证明两人的感情，他们在2010年还生下了二儿子。但谁知道在2011年，张柏芝在飞机上偶遇陈冠希之后还开心合影，这件事成为了两人婚姻的导火索。1年之后，两人正式离婚。眼看谢霆锋离婚，王菲和李亚鹏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最终谢霆锋和王菲还是在一起了。张柏芝离婚之后黑料不断，她只能凭借着好妈妈的人设不断刷着存在感，且在2018年38岁的张柏芝又生下了一个孩子，只不过至今大家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今已经41岁的张柏芝也只能靠着综艺节目，靠着曾经的情怀来维持热度，不知道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张柏芝是否会后悔自己当年的一些错误行为呢？